哎，你咋来了呢？我想跟你说会话。不是，你在屋里说呗。他在我怎么跟你说呀？我这下好不好看？啊？嗯。喂，啥事儿啊？你人呢？我在地库那个取个打火机。小迪哪去了？我哪知道啊？行啊，你俩别让我抓着现行啊。不是，你挂的真快。哎，分头行动啊。不用吧，我觉得他一时半会儿转不了我们，就待会儿。哎，也行。你刚才我真烦。那个，你这个事业线呢？刚才我在看你。干啥呢？我让哥帮我看个手相。啊，我劝他相信科学。你